在城市往行走。由 Control T 为中秋晚会记者会献唱多首歌曲。今年新竹县湖口乡在中秋节前夕将举办中秋晚会，并且邀请多组当红艺人以及丰富摸彩品和乡亲一起同欢。因为我们湖口乡现在已经8万多的人口，让我们移入的人口让我们湖口乡越来越年轻，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办中秋节晚会的时候，特别在艺人的邀请上面做个讨论。那这一次邀请了韦礼安、孙盛熙、许富凯、Control T 还有很多的艺人。除了欣赏精彩的表演节目之外，今年的中秋晚会摸彩一改过去的方式，改以捐5张发票换1张摸彩券，最大奖是电动机车、台北东京来回机票以及苹果手机等大奖。特别准备了东京双人的来回机票，还有多台的摩托车、电冰箱、电视机等大奖，在9月24号下午的时候准备5张以上9月份的发票，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兑换的动作。那不好意思，一个人只能领1张的摸彩券，因为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来参加我们的摸彩活动。那我们这一次还有让我们的胖卡还有我们的青创这些青农都来一起来参与。中秋节晚会活动将在9月24号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湖口乡王爷垄亭三亭四停车场热闹登场，还有绚烂的烟火秀照亮湖口的星空。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